娱乐圈真是喜事连连啊，继景甜公开恋情后，也是非常的让人受不了啊，连国民闺女都恋爱了，这狗粮也是吃的够够的。而赵丽颖和迪丽热巴两个当红小花旦也是让粉丝们好奇什么时候恋爱呢而有知情人爆料，迪丽热巴已经恋爱了，对象是张彬彬，两人都非常低调。之前在跑男还以为迪丽热巴会和鹿晗在一起呢，也是非常让人期待。不过，鹿晗是选择了关晓彤呢，张彬彬也是个不错的暖男。两人在活动上频频秀恩爱，互动的十分暧昧，现场气氛都甜丝丝的。热巴现在这么火，宣布恋情是件多么让人期待的事啊。而老板杨幂却回应婚期已定，哈哈，这狗粮撒的也是没谁了，网友直呼受不了啊，但还是祝福祝福，希望他们真的是确定婚期了。